先摆旁边，好了啦，好了啦。看爸爸要不要？你问爸爸要不要汤？你碟子拿去给我。秋葵，秋葵要不要？秋葵要不要？秋葵哪一？秋葵哪一盘呢？好，来吃这个。这够味啊！芥末来，芥末来，妈妈，盖子，芥末来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他来再拿了。就好了，你给我酱油啊，你给我酱油，酱油嘞。酱油啊。好了好了，吃完再拿，关起来啊。它的酱油。关起来，那个关起来。它不是有酱。它没酱啊。加酱油就可以了，你把这个抽屉关进去，金箔锤。